请收看维新世界和平论坛。看中人归最中心，花轮上转变太平，天地万物加油前，有心修心可不离。所以他说，百战百胜呢，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最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他不是以打仗为目的，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故善战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这就是孙子里面的原文。如果只看第三章还不够啊，第三篇他最后一篇是什么呢？是用箭，箭点的箭呢。他说打仗如果不懂得用箭，盲人骑瞎马。各位，世界上多少有名的战争，包括我们中国历来的战争，甚至于说起来不好听，毛泽东占领大陆，周恩来顺利屠杀共产党，到我们这边，所以敌人埋在我们的心脏里面，用的间谍非常多啊！打仗不能得硬件，你打什么仗？等于无耳无目啊，闭着眼睛就钻，那不是必败无疑吗？所以他强调用箭。各位，箭是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呐、啊！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呐、啊。所以《孙子兵法》白战的讲战争的兵书，哎，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不要打仗。好，我们再看墨子。墨子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苦行的实行家，和平实行家。他是谋定方准呢，而立天下。他的遵循思想可以说是以四个字为主，一个兼爱呀、啊，一个非攻，非攻就是不要打仗，不要打。他说兼相爱啊，就不会去作乱。为什么我们有发现有小偷，他就偷你东西干什么？就是说他不爱，因为只爱自己的东西，不爱你的东西，所以把你的偷过来了。他说爱人之实，房间呢、啊、爱人之实如己之实啊，谁偷啊？爱人之国如己之国，谁攻呢？天下之乱就起于不相爱，所以他对儒家的兼爱呢并不欣赏。我们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就不错了吧？他认为是老天下之老，幼天下之幼。所以梁启超说我们墨子的这个诚意很高的啊，因为诚意太高，所以要求都要做得到啊，也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摩西他苦行一生，很讨厌打仗，他能够苦行的累的要死，去劝，去帮神不要出来打。这摩西呢，他的和平思想，还是一位实行家。可惜了，汉武帝定如一尊，斗争如数以后，墨家就比较没落了。其实墨家当今是显学啊，跟儒墨并存呐、啊。这也是和平的种子。我们刚才是谈的这些种子，有这么多的和平种子播下去，从儒家、道家、兵家、墨家，中国的文化的经典里面充满着和平。我们再看看还要找不找得出一些证明。以前民国初年顾世辩他们那些学者说，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甚至于还说得妙，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只有七分证据我就讲七分。那我们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有什么证据？你拿证据出来。我们看各位，万里长城，各位到过万里长城没有？毛泽东说不上长城会好啊。这个长城呢、啊、我是不止去一次，增加的宽还可以走不车呢，可走不汽车呢，现在只剩下给大家观光八达岭那里有的长城。东西绵延10000多里，我们号称万里长城。各位，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是防止匈奴侵略的，它不是攻击性的，它是维护和平的。这个证据还不止铁证如山呢，现在还在啊。防止匈奴侵略，长城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个长城到欧洲是一个国际工程，也没那么大嘛。2000年以前就有这么伟大的防御性的国防工程。雄尊殿太平，殿地万物大有见，有心修行何不利。再说我们儒家呢，我又补充一点，想到一点啊，我们讲和平，讲大同，讲社会，讲世界大同。儒家有一部，这个我是也是班门弄斧啊，用我们大院长在啊，还有各位，你刚才我讲了，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的专家在这里。我们那个《礼运大同篇》呢、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的世界观的大和平思想。2000多年以前呢，就有《礼运大同篇》的思想出来。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呢。我们今天也标榜天下为公呢，选贤与能，讲圣修睦。现在不是要选贤与能吗？几千年以前播的种呢，现在这个的开花呀，结果哎。所以人不到天一天，不到子一子，是老有时间，壮有时间，幼有时间，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无己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无己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不而不行，盗窃乱者不足，故外患不败，是为大同。
这个思想几千年以前就是这样了不起的，摆到今天放在世界也皆准呢。我们刚才提到万里长城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防御性的为和平而建立的一个工程，可是各位，我们中国人并不去标榜那些在外面分分裂裂打仗很有成就很有功劳的成吉思汗西征、拔刀西征、焚书欧亚，我们的历史侯尊台大书台书赞扬过，就卫青侯去病很了不起吧，外史上不如哪些人，不如反清流要和平的人，不如岳飞的抗金兵，不如文天祥的抗蒙古，不如石可发的抗满清，这些人都失败啊，失败没关系，历史给你地位，你了不起，你为和平，你反清流，他们的词，他们的诗，他们的歌，后人全胜不已啊。各位到西湖去走一走，现在游王墓那里进门就是三世功名尘与土，这边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到那里去的是自自然然熟然起敬，在那里敬礼呈上反侵略的约会。文天祥更了不起，我们说慷慨成仁义啊，成仁就义难，文天祥就是成仁就义。你说慷慨成仁，你关了杀了就杀了就杀了，我就过世我就死了嘛，要跟你磨啊，跟你熬啊。文天祥的正气歌，你不要去拜他的正气歌，你看前面那个序就够了。各位应该读过的啊，他把蒙古人关起来，关在那间一间房子里头，窄窄的很长，一些什么味道呢？水冲进来，像现在一个大水一样，床机那个床浮动了。这是水汽，旁边有人煮饭烧东西吃，火气，太阳照进来蒸发里面发臭，水汽，那个土蒸上出来的气，土气，它是有水气、火气、土气、日气，还有人气，那个人出汗在旁边，还有那个烧烟的、烧饭的，它有气整气味啊，了不起！那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把气整气味分得很清楚，彼气有气，无气有意，以意敌气，无火就在曰正气。哈，正气过出来了。正气是什么？浩然之气。讲浩然之气最早的是孟子，但是孟子很妙，孟子说我善养物浩然之气，他的学生就问他，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马上答不出来，难言也，各位去查孟子吗？但是文天祥讲出来了，什么叫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在下为三月，在上为日行，于人曰浩然，佩虎随昌明，充满天地。
行路当中一样含糊透明的时勤接纳性一一垂丹田，再提太师讲，再定等伏笔，再请张亮君，再喊孙武杰，为严将军头，为济世政权，为张生要旨，为严长沙山，何为辽东茂清朝立兵线，何为出师表贵省西藏的，何为抗德建湖抗改团伙计，何为集资户，你是头破的，这是正确啊。人家身体不好的很多人在那里都过世了，他说他一个人拿瓷器，拿仪器去抵瓷，都活了两年。忽必烈要请他上座，你一念之间，如果你肯回头，宰相位置一人之下，你不肯，那就对不起了。他说：“臣是你一片慈政事，我你坐都不朝北，都不向北坐，向南坐。一片慈政事，不知南方不肯修。”所以后来，蒙古人说：“宋朝仰视三百年，有一个文天祥就够了。”各位，这个正气也就是和平之气。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刚才讲谦虚，讲谦和。各位，如果你把真实历史摆得看，外国人比较不谦虚，说得不好听还有点夸大，我们没有。我举两件事情，一个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对外的征伐，那么有成就的人历史上不会抬手去赞扬他，像巴都、西征，那真是秋风扫落叶啊！像成吉思汗西征，武功再胜，我们不会抬手赞扬。还有一个人呢、啊，明朝初年的郑和。这是一位大航海家，郑和是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的时间在海外，七次出航，到了哪些地方呢？南洋不要管了，什么婆罗洲、南洋这一带、印度洋，他到了非洲东岸呢、啊，马达加斯加岛，时间之早，地方之广，动员人数之多，世界上没有哪个航海家有郑和那样子的。今天讲在海外航行最有成就的，我们一下子会走到哥伦布。各位，哥伦布是哪一年？1492年。有些书信靠不离，比郑和晚了87年。哥伦布3条船。88个人，郑和好多，其实不要每一次讲，其中有一次比较大一点的，62艘船，28000多人，
那个八十八个到他的年头都不够啊，三条个破船算什么？或是西方人把哥伦布夸大的不得了啊！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发现是美洲，因为后来去了个美国嘛，一谈起来是哥伦布当时发现嘛，假设他发现非洲也没哪个去讲他。可是郑和呢，我们中国历史上怎么写郑和呢？轻描淡写四个字，就是郑和远航，好像没什么，这远航这很远的，在海上航一航，航行一下。我们的民族不夸大武力，不炫耀在外的成就，这就是刚才讲的谦顺、谦和，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呢。我读过一本写哥伦布的书，嗨，那是在台大大三的时候，我们那个系主任呢，一定要我们看一本英文的书来写心得。那我一看，哥伦布就哥伦布吧。那本书封面上是三条船，它就三条船嘛，一个斜斜浪浪的在轮渡上。如果单看那一本书，也觉得哥伦布很了不起，因为他一下找不到罗岸的地方，每天看到是天连水，水连天，一片茫茫啊！大家要杀他，你把我们带到哪去啊？这样子，他说：“请各位安定，要有信心，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好了，大家又航行。又等，哎，他把那个心理流程呢写得让你吓得要死，好像哥伦布太伟大了。各位，郑和何尝不是每天天天水水那天，一片茫茫，跑多远？是哥伦布能够比吗？时间玩那么多，人少那么多，次数更不要比，什么都不能比。可是我们。好像西方人的成就很大耶，可郑和不是远航而已。这是中华文化的和平的种子到达的成就。另外我一个题目了，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化而发扬光大。中国人能够接受佛教啊，是因为佛教有很多地方跟我们相近。你看，他也清净无为，跟我们的黄老思想很近，所以感觉到不是一个外来的、受不了的、压迫的。很自然地接受，他也救世救人，慈悲为怀，跟我们的儒家也很相近。他跟儒家、道家相近了，这就很容易接受了。再加上东汉末年、魏晋南北这一段时间，天下大乱。人民生活真是朝不保夕啊，今天不晓得明天。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求内心的安定，幸福了，在精神寄托了。再加上很多帝王大力提倡，像南朝圣明帝、梁武帝，这都是提倡佛教的。北方道文帝
孝文的、道武的都在提倡，而且建很多的寺庙，很多有名的大的寺庙都是在这个时候兴建。所以窦牟的诗啊，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么多的寺院都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这是佛教在中国的盛行的原因的状况。佛教本来来自印度，但是很妙，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啊，很多印教不盛行的在中国盛行。唐朝以前佛教只有师承师法，没有宗派，唐朝以后宗派大起，天台宗、陈师宗、华严宗、禅宗，有的是印度有而不盛行，而在中国大盛；有的是印度根本没有，中国创立的，中国自创的。印度的佛教是小乘佛教多，只修个人。到了中国以后，我们研究佛理，研究形而上学，发扬光大，讲哲理，讲佛理，大乘。所以佛教到了中国了，已经中国化了，不是印度的佛教了。梁启超对佛教很有研究，各位，胡适之先生写中国的哲学史啊，写到佛教他写不下去了，他说这个和尚搞不清楚，很麻烦。梁启超特别强调佛教的在中国的成就。我们和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口头禅了，可见佛教盛行到什么样。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要抬水，三个和尚没有水喝。你不要看这句话是去笑人偷懒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和尚的生活很多啊。这就是佛教在中国到了这个程度啊。唐朝的宗派都是自己创立，哎，发扬光大，把佛教。今天我要特别带我们的粉江禅师特别表示敬意，为什么呢？这个唯心宗就是你创立的。刚才唐朝我们讲那么多宗，哪个创哪个创，现在的唯心宗佛教里面三祖的文化提倡世界和平，我看你还禅师了，觉得还不够，要喊大师，加上一个大了就很了不起，一个礼拜喊为大师人，是不是大准世家，我们有大禅师大师。我不是在这里还是向你拍一拍，不是那个意思了，因为我看过你几篇书啊，很值得敬佩，无私无我。从民国72年创立这个唯心宗到今天将近30年了，
三十年如一日，为人类和平文化而不忠，为世界和平文化而耕耘，不喊苦，不喊累。他甚至还说：“我一直做做做，讲了不好听，说我做到死为止，不要病死。”这句话都是你写的，可见我，可见我是真的读了你的书啊。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怡景风水学院一开始的和平就是怡景开始，到后来我们谈到禅宗，自己创立的唐朝的宗派，最后落到我们禅师创立唯心宗教。一开始啊，我们杨院长对我赞美太多，实在是不但愧不敢当啊，而且根本是承受不了。我教了四十年书，能够有一位这么高的弟子杨继敦先生，居然是我的学生，而且是极门弟子，你猜我何等光荣？没有想到在退休以后，刚才我讲了八十多岁了，还有机会让我来出个丑，这些呢，让我来丢人，那我也就不管了。因为我这么好的弟子，要我来，我能不来吗？所以，献丑之处、错误之处，哎，一定很多。但是我感到，能在这么一个聚会之中，我能有机会来参加。甚至还有现场讲话的机会，感到是非常的荣幸。刚才讲和平，我记得我上一次也讲到几句这样的话，最后如也归根和平上。我们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四样来谈和平。以修身来讲，人人讲和平，身心得安宁。以家庭来讲，人人讲和平，全家一条心。以治国来讲，人人讲和平，国家就兴盛。以世界来讲，人人讲和平，世界见太平。谢谢。不敢有见，有心修心靠不离。谢谢杨老师啊，我想，跟各位大家提先前提到的，杨老师的一个满脑子的东西啊，我前两天因为上两年前摔伤，所以我一直还在追踪，还在这个检查，虽然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很小心，去检查，那脑子有没有坏掉啊？不过我记得。受伤的第二年的七月八号还是八月七号，在我们那个两岸的论坛，我是带着这个副警啊，那上台去主持半天，结果下来的时候，这个有几位我们几位法师呢，居然都这么跟我讲，说呢是摔的这个样子。脑子好像还没有坏掉啊，还可以，还没有已无伦次。我刚各位可以看到啊，一点不是跟各位大家吹牛，我也以能够作为杨老师的学生呢为荣。各位可以看到啊，他们两位那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啊，那做学问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一个根基呢是扎得多实啊。
所以我想这个借这个机会对他们两位呢表示这个敬意。刚刚呢，杨培贵杨老师呢是特别提到这个正气啊，他谈到正气的时候，这个气呢都出来，实际上他的这个武功呢高强，跟我们杨师母他住在台大的新农路啊，不是这个新海路的隔壁啊，和平东路这边，他们每天呢早晚一定进入这个台大呢。去散步，所以他们每这个精神活力十足，所以这个讲正气呢，让我联想到，我也很多很多年，对啊，十几年前呢，在哈佛气管顾问公司上课的时候，很多企业界的高阶主管来跟我上课，那其中有一位台大毕业的，企业家，他有八个关系企业，那他是负责人，所以他呢。等于说他每一个办公室每个企业的都有一个办公室，他并没有都是去真正去上班，但他的都会轮流去这些办公室，他去的时候就去随便随机找了一些员工呢，或者一些主管到他办公室来，他所有都问一件事情而已，有没有带武器来上班呢？那员工呢，就是觉得武器啊，武器好像是要打仗的样子，要大家要冲突的样子，所以这个攻击性的不是防御性的啊，但是攻击性的。那他们员工呢就回答不出来，那些高阶主管也回答不出来，是怎么今天老板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他这时候一个一个问，第一个有没有带天气来？天气、大气、气候这两天。大家水淹过以后，又在担心台风会不会来，啊，台风一转向啊，是好像我们都大家都觉得说很好，没有问题，不会太大的灾难。所以一个就是说这个天气，天气就是这个气候，这个组织的气氛好不好，家的气氛好不好，我们这个大学的气氛好不好，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气氛好不好？那第二个呢，他问的是有没有带这个所谓一个景气来。各位知道，玩的这个玩股票的人那就苦哈哈啊，那他呢一上一下嘛，就颠颠的，他整个人呢根本就是耐不住的。所以这个景气好，大家都获利。所以你今天来有没有带一点好的资源到公司来？有没有带点好的东西带公司来？那第三个呢，他就问有没有带所谓一个勇气来？所以勇气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今天没有做好，会不会有点勇于负责、勇于检讨，而不是那是都在怪别人、都在抱怨、都在把一些负面的情绪都发给别人？所以你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面对责任的这种勇气？第四个气呢，他在问的说有没有带一点生气来啊？生气不是来这里生气的，来这里生气是活力。刚刚罗院长，你是奇怪了，我碰到的人跟我一起工作，或者是我碰到的这些这个贵人呢，怎么都得都有水，都有水，都三点都有三点都有水，我说我木啊，有水，当然我就会得到好处，得到灌溉啊，得到这个照顾啊，他说师傅呢是师傅的混元的这三点水，我以前的老。那个念书的时候的毕业以后做他秘书的老校长啊，就刘继红刘老校长啊，也是红，也是三点水。早上坐车来的帮我们开车的服务的尤先生，他也是尤阿布拉，这尤三点水啊。所以我在介绍说两个执行长，一个嘛是江明祥，也是江嘛是三点水，一个嘛是洪世儒，也是三点水。哎，我是得了，我真的是这从来这受宠若惊的，我不是得了这么多的贵人的这个相助啊，那我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当你得到这么多的照顾，你当然有活力啊，所以活力，那就是说你的有生气啊，活化整个社会，整个所谓一个自己，那这全部都能够活得起来啊。最后一个气呢，还是问的说口气，口气是我们人际的不和谐、不和平。常常都先从口气不好这个开始的，
所以造口业也好，或者是我们讲话的太酸、太苛、太薄，那都是所谓的口气不好。所以我就呼应我们杨老师的是正气，那我就呼应武气，因为这个正跟武写不好的话就差不多正啊，啊，这正的写不好的话也差不多是武啊。就是我想这个，等一下哈，我们杨老师有两个，有两个，一个如果你们要下围棋，要打桥牌，要打桥牌，要打牌，你找他啊，他是好搭啊，但是呢是你小心。因为谁出来的牌是什么牌，他脑子里头都记得清楚楚。你手上还有什么，已经出来在外面是什么，他都算得很清楚。所以你不要准备要赢他，你准备说要请教他，可以。第二件事情呢，等一下可不可以请小茹帮忙厨房呢，帮忙准备一碗那个生辣椒，切的辣椒。哦，我跟他这么多年呢，我就记得吃饭呢没有辣椒是不行的。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我就先请帮忙呢，把它准备 一碗，不是那个所谓普通的辣椒，是生切的辣椒，而要整碗啊，要整碗的辣椒啊，这样他中午一定吃饭一定会很过瘾啊。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多，我给师父啊。谢教授、罗教授、啊杨院长、啊黄教授，还有我们啊杨师母、各位法师，啊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今天啊我们听了啊两位教授给我们的开示啊，好、啊，我们得到很多的开启智慧。第一个从敦煌。刚才呢，我听到我们啊罗教授呢在说敦煌，敦煌我去了两趟，啊，今年八月份还要八月十号还要去，这一次有340几位，啊，下一次去有没有机会呢？我就不晓得。我刚才一听了，啊，我们杨教授84岁呢，我7年去一趟。啊，若是还有这个命的话，我还可以去两趟，因为我有约每7年去一趟，啊，这个去了3趟了，啊，每到敦煌哎，到丝路啊，啊，第一次14年前去敦煌，啊，去丝路哎，都前一天晚上下大雨，甚至我们到吐鲁番去的时候。啊，去那个高昌古国，要经过进去的，结果进不去了。那些工人在骂：“我们活了2000多年了，桥从来没有被流坏，现在搞什么名堂，把我们的桥都流坏了。”啊，就是风调雨顺嘛。在台湾的我们2300万同胞，大家都有善良的正气。啊，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呢，真的都出生在台湾，所以我们大家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经过啊火焰山，然后要进去古国，高昌古国，前一天晚上就下大雨，啊，下了多少了？下了140几公里，啊，那么又到这个。吐鲁番，到吐鲁番呢，也下了180几公里，这是他们在几千年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和宗教信仰，我们宗门的同修们，啊，把所有世间人放在我们身中心中，啊，白天把地球所有众生放在心中。心中我们来关怀学习上帝耶稣佛、哦、他的心来加持、啊、这个光，那么晚上我们就把太阳放在心中，我们心就会安详。所以我们到丝路之旅
两次，第一次前几天晚上下大雨，第二次呢，我们走到哪里后面就是一座水灾。那前七年呢，也是八月十号、八月十一号呢，到天山天池去，啊，回来呢，老祖开始赶快走，不然后面呢你们走不了，会下大雨。果真，我们回到这个新疆饭店的时候，啊，乌鲁木齐饭店的时候呢，哇，天池下大雨哦，下了好大的雨，结果把路都流坏了，在那边塞了2700多部的车子，结果塞了9天。哦，所以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哈，我们也不便来讲。啊，这个就是风调雨顺。世间上若是没有水，像刚才我们杨教授、杨老师的所说的水，风雨水，没有水的地方就喜欢打仗。看一看，干旱嘛，干旱就喜欢打仗，因为没有地方吃。像这个去年在大陆啊，啊，大陆的11个省，5月5日以前。11个省旱灾，旱灾那怎么办？粮荒问题来了，在印度和这个中国的边界地方，啊，中国要把水堵起来，印度准备，阿富汗准备要打仗，因为你把水堵住了，我全部会死翘翘了，所以粮荒的问题就是世界啊战争的原点。所以世界和平呢是多元化的。刚才我们两位教授把我们开示了很多。啊，至于我们我到过两次敦煌，我一直在思考敦煌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多2000多年以来呢，那个壁画没有坏，这就是风水问题。我把它量一下，哎呦。是乾卦，先天的艮卦，先天艮卦艮为山，先天艮卦是少南，啊，少南呢，后天做乾卦，做乾卦乾宫乾卦，乾为天是智慧嘛，说先天生后天就是我们祖宗流芳法脉传承，啊啦，哎，我想一想古人的智慧啦。我们都是遵循着古人的智慧，再加上当下我们的智慧呢，啊，大家爱心的智慧、宗教的心，我想世界和平就比较有希望。啊，刚才我们罗教授呢开示了敦煌那个密室第17洞，这次我们去，我们一定要去看第17洞哦。我们这次我们要。特别去看第17洞里面，啊，你们敦煌学留了那么多的人类生存、人类生命依归的智慧了。哎呀，那个今天我才晓得，不然只是去壁画看一看而已。啊，看了很多佛啦，很多菩萨啦，很多天女啦，很多阿罗汉啦，阿罗汉那座山就是阿罗汉了。啊，那所以这个智慧呢，今天我们。罗教授给我讲了，哎，他罗教授他有神通，他知道我们要去敦煌。所以这次我们到敦煌的收获一定会更多。好，那我们啊，杨教授、杨老师呢？好，他只有84岁而已啊。好。他能站着那么久，本来我想要坐，我现在不敢坐。我们教授他所开示的世界和平的根基啊，种子啊，太广泛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时间、一个念头的，还有我们的爱心、慈悲心啊。也所以我们在九龙壁那里。老祖要学养天地正气，化古今完人。正气是天地里面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就是正气。啊，
一化开天，头是天嘛，再化辟地，脚两只脚阴爻是辟地嘛，人力其中合起来，上帝耶稣，啊、哦，化为耶稣，受众为众生受苦难，可以受自己受苦难。若是天下的人能够从今悔改，不要再有斗争的话，有战争的话，他宁愿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也是我们佛家，佛这样阿弥陀佛是合十，合起来是十嘛。我们道家、儒家合起来，守一报缘也是十，十长，而是十。所以上帝啊、化为耶稣，耶稣这个也是行十。那么好了，再来一个更简单的啊、耶稣啊，和上帝的，他从心里照射出有七彩的光，七彩七情，眼、耳、鼻、舌、身、意，执着，然后进入第八四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 logo 这个中迹呢，就是我们的第八个境界，藏一切法，一切万法在我们的心。所以各种宗教都是在开示我们的心，那一颗善良的心，那一颗包容天地的心，那一种爱大众的心。那么就在维摩诘居士，佛教的维摩诘居士开示了，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也是众生的病，众生的一切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都是在我的心中，我也会同样的受到这生老病死八风的左右我们。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宗教的信仰是提升我们心灵的智慧，而学术的智慧是开花给我们，给我们扎稳我们的根基啊！我们杨老师开示的种子，确实种子是一切智慧的根源啊！和平有很多方式的和平，和平在本宗门来讲呢，就是一个调和。本宗门这是所开示的佛教的调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借由我们两位教授给我们的开示，我相信我们依照这么来做的话，好，我们世界和平的种子还有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开始萌芽，我们还要用时时用爱的水啊，用风与水好来滋润啊，有空气啊，有水分，有智慧，我相信世界绝对能够和平啊！我也很谢谢我们杨教授、罗教授啊给我的这个鼓励啊！好，我会带着我们维新中义军大学我们所有的学士同修啊，大家一起共同发出我们的慈悲心、爱心、智慧的心呢，以至21世纪的当下呢，我们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呢，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本愿啊！谢谢各位。